对，然后那是我第一次体验这个过山车，那时候我17岁吧，觉得贼难受。就一开始我还睁着眼，后来我没办法，我只敢闭着眼。其实我发现，就是越是那种大型的过山车，它只是那种怎么讲，从上往下的这种俯冲的这个失重感。但如果是那种小的过山车，它就是他妈速度贼他妈快，对吧？速度贼快，然后都感觉你能把人甩出去一样。我后来就只能闭着眼，就特别难受。那不管怎么说，也算是完成了，对吧？人生第一次坐过山车，啊，这把我好好打，我他妈不能再那么蠢的死了。再到后来，我在美国跟朋友去那个，去六旗，我们这边叫 Six Flags，它有一个专门坐过山车的一个乐园。他敢过来干我，小伙子！要六旗，然后我是不想去，我是跟朋友去的。他们那几个人非特别想玩过山车，他们3个人，我一个人。哼，那我不能说什么，对吧？人家开的车，那时候我不会开车呢，坐人家车过来的。那就玩呗。结果我就玩了俩，他们还骗我，他们说什么？他说："你就玩那个大的，就是从上往下俯冲那个。"他说："那个没事儿。”他们说："那个从下俯冲不旋转就没事儿。"其实后来我发现，他妈的旋转反而没事儿，从上往下俯冲的那个是他妈真有事儿。对，就是从上往下俯冲，其实很难受。但如果是旋转的话，其实就是那种反转的那个，其实就还好，因为它过山车，它继续，它就是。因为过山车它就是要么就从上往下俯冲的刺激感嘛，要么就是翻转嘛。后来我坐两就吐了嘛，我说我看你玩，又来个人，不是好多这个地方。然后后来就是他们玩了一天之后。晚上吃饭说，那人说，他说麦克，你说你今天都没怎么玩啊？他说你就玩俩，还玩了两个最恶心的，操！怎么老有刁民想害朕？不要过来干我，是吧？其实有个最恶心的。有最恶心的那个是挺恶心，叫什么？叫什么名来着？我想想啊，那都是一，那09年的事儿了。我09年跟他们玩的，11年前的事儿了。还有个叫什么 Superman 还是什么玩意儿，我忘了。哦，X2，对，想起来了，那个当时是新出的，据说特别刺激。它是倒着走的，你懂吗？就是你人坐在那个过山车以后，它一般过山车不是往前走吗？它是倒着走的。那个怎么又有刁民想害朕？烦不烦？几个人了？对，他是那个倒着往后退的，他是那种，就别的过山车不是都是往前的吗？他是倒着走的，
然后那个我是真不敢做，然后那他们那些自认为做的还不错的，他们都觉得挺爽的啊，他们也觉得很难受，对，就是他不是会那个抓拍你的照片吗？就是他会在特定的一个区域抓拍照片，怎么讲？就是就卖照片嘛，就他会拍你的照片，然后他那个抓拍嘛，就是你要是喜欢的话，你可以买嘛。我看他们的表情贼狰狞，操！就他每一个过来的时候，都会抓拍嘛。但是那个 S2，他们是真的做恶心了。啊，这逼这么穷吗？杀了三个了。对，就抓拍机，就他们做其他的就还好，就是搁那还呵呵搁那笑呢，我看他们的表情，但做那个 S2，我看他们的脸眼睛都睁不开了都，因为那个是倒着走的，挺怀念的，现在他们都回国了，然后平时也没什么联系，没办法，就是你不在一个地方生活的话。就只是逢年过节打招呼，其实也没啥意思。我也不觉得开心，我也不觉得爽，我坐到那儿可难受了。后来我看看啊，2011年，对，2011年我回去找那有哥们儿要回国了，我回找他玩，他们带我去了一个海边的一个乐园，据说是世界最大的一个海边乐园，在 Santa Cruz。然后，他非要玩一个他妈的，就是跟那种跟脚踏车那种感觉的，就一会儿上一会儿下，然后还是旋转的。我那个是真做恶心了，就是他那个失重感，我感觉比那过山车还猛。过山车它只是从上往下一下或者两下，它是全程在转呢。就跟脚踏车那种原理一样，我是真做恶心了。他还贼来气，我说我做完这个，我就做完那个我就很恶心了，我都已经吐了。我说我不做了，我说你剩下你自己玩吧。就是只要是跟过山车那种性质的，对。他还不高兴，他说我不陪他玩。我说对吧？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咱俩身体都不一样，你无法理解我的痛苦。对，反正后来自从那一次，我就再也没去过那个过山车之类的。当时去的那个六旗买的还是年票呢，但是我就去过一次。还是安全区。我想要把好枪。可能是吧，回国的没办法，我就偶尔跟一两个朋友还有联系，但是只要他回国的，基本都没联系。哎，被搜过了，就怎么讲？中国这个生活环境啊，就平时接触的事儿啊，社会热点呐，跟美国这边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操，都被搜过了。而且你平时关注的那些生活问题、社会问题，完全不一样，就说白了就没共同话题了。你说的他不感兴趣，他说的你不感兴趣，就这样。他们其实中途也回来过美国，但是
但是思想完全不一样了。他总把他国内那一套带过来，他可能在国内认识挺多人，赚不少钱，觉得自己比人高人一等。在美国不是，美国可不管你是谁，他可能在国内享受那种被人仰视的感觉，享受惯了。对，他觉得可能在美国没有这种众人仰视他的感觉，可能在中国，比如说你开个宝马呀，还什么东西的，众人都会围观，因为人多嘛，贫富差距也大。在美国并没有。哎，随便。喜欢中国就回中国生活嘛，我喜欢美国，那我就在美国生活嘛，自己喜欢就好。哇，我这不全被搜了，我操，没地儿去了，那只能作死进城了。我突然发现，我还是这个 G636C 啊，好垃圾的一把枪，这把要贵啊。什么玩意儿？我都装不下了都。我操，捡了四个雷，八个火，然后三级包装满了，那我只能放这个烟了。哇，我又是安全区，美滋滋。其实我要想要一把 M762，但是没搜到。
行，打完这把我吃个饭，大概1个小时吧，包括做饭，其实可能没那么长时间，可能三四十分钟。我好久没做饭了，自从 PS 5买回家就没做过饭，好像。还有火，降价了。人家是人手一把 M762，我这他妈搜刮的这个还是 M4，还是别人给的。哇，又来一瓶！我的天，9月搬到中部，为什么搬中部去了？中部那么破。中部可能连饭馆都没有，能有就是可能又贵又难吃那种。我之前去过中部。那边是又贵又难吃啊！我说中餐，因为你那边想吃中餐，那就没几家能吃，要么就没有，而且还是美式化的中餐。感觉我要死。然后收费还贼贵，你爱吃不吃就那价。洛杉矶可能好点，洛杉矶人多嘛，什么人都多，然后饭店也稍微多一点。你要做的不好吃，那可能活不久。其实疫情这段时间，很多饭店都是亏本的，他租店。店铺要租金嘛？他如果只靠外卖的话，他赚不了多少钱了，就相对于堂吃。虽然说堂吃相比外卖只是多了一个税，不是税，小费，但小费给的是员工，不是给老板。但只是说，就是因为这疫情搞的，就是我们不愿意去叫外卖。就比如说我吃那个 Bowling Crab，它适合去。店里吃，体验他那个气氛，对，他的那个装潢呀，他的那个音乐呀，他的那种灯光啊，这种，就是他那个店里营造那个气氛。但你要外卖的话，就我也是他妈一两年没吃了，我才吃那个。但我一般请朋友吃饭就请吃那个，或者说大家约好了那个东西。但我自己的话，我就吃便宜点，吃个虾什么的。但他有卖别的，什么蟹腿儿。Bowling crab 就是蟹嘛，他们家有名的是蟹腿，各种各样的蟹，帝王蟹、这蟹那蟹的，什么 blue 什么什么蟹，对，好几种。哇，我就八发被单。然后我还吃过大龙虾，但其实他们那边不是太适合吃大龙虾，小龙虾有。昨天我买的时候，他说活的没了，只有死了。只有冷冻的，我说那算了。后来我点的虾，然后你可以加那个
我操，22发备弹，打个鸡吧！这怎么办呀？你再打我家试试！哎我操！不好意思，我他妈就带了一堆火，就是为了干你。哇，你这个逼没子弹的吗？那我 GG 了呀。哇，这个逼没子弹的，我操，556子弹没有，那我凉了呀。就看我这个 AK 能不能压住吧。我操！完了，毒在他那边。傻逼，炸死，吃鸡，十杀，完美。吃饭，哎呦，笑死我了，被我炸死了！雷神在此，尔等受死！他给您气坏了，毒刷他那边了，然后被我炸死了。十杀吃鸡啊，正好完美下播，也不算下播吧，我歇会儿再打。复盘，复盘。看一下这把啊，什么情况？哇，刚才贼慌，原本是拿 M4 的，打死好几个人，没把舔包，抢去舔包，各种人打我，然后那人只有 AK。然后没办法，还好我他妈捡了一堆雷和火，你发现没？就前期我都哪怕扔子弹，我要捡雷和火，因为很管用。单挑的时候，那人被我火都吓怕了，他说："这逼怎么这么多火？" 哎呀，笑了。先看这人怎么杀的啊？第一个人，哦，他上来，哦，这个，他给他翻墙了，他捡枪就来干我。这个人也有意思，也是过来就要干我。我等他半天了都，好，下一位，这个刚舔完包估计带走，
下一位，这个很莫名其妙，我的搜枪没枪，正好冒出来一个人，给了我把 M4，我全程在找 M76 没找到，这个跑毒的听到他了，中途满了几枪，还打了几枪，这个也有意思，右边有一个。我刚才看到个黑点儿，所以我就往右边看，直接带走了。好，下一位，这个人打我几枪，我一定要把他搞死。对，哦，结果他又打我几枪，对，带走。这个人我估计他在房子里，但我不是很确定。那结果还真在，他出来了。炸两个雷，炸残了吧？对，炸残了。第一个雷炸残，第二雷没炸死他，我扫死他的，我是。好，下一位。啊，这个哥们有意思，我看到我扔多少火了，我都忘了。我满身火，我9个火，4个雷，然后扔2个雷，还有几个火。我以为他在这个树后面，白扔。妈的！我想说这么多火都烧不死吗？我说我直接冲吧。扔了5了火了，哦，结果发现他在那儿。好，反正我火多，我再扔个火。右边扔个火，他从左边冲，直接带走。他是满血吗？我看一眼，还真是满血。他走位，他只能往左走。好，下一位。这个一开始刷我这边，他要跑毒的 他是 MK14，2枪就死，我是大炮3枪，3、4枪得死，所以我打他一枪，我就不敢继续对了。又打了一枪，打不死，现在大炮威力减弱了。以前3枪必死，现在要4枪好像。然后 MK14 是2枪必死，正好有了个烟，哎，这烟也很关键。等烟散开，我先拱一点。还打到我一下，贼慌。好，最后一个雷了，高抛雷、顺爆雷，直接带走。我还扔火呢，都已经死了。他是满血吗？啊，就刚打了大包的血，还行。直接一个顺爆雷，漂亮。这个雷我专门自己去训练场练的，捏个6秒，往空中一扔，躲石头后面也没用，必死。我看我可以多少啊？上马杀了10个。KD 5.3，我把他 KD 刷到5.3了，场均伤害396，可以了。